新的活动现场，欢迎大家，大家久等了。那我们都知道呢，大熊猫的成长呢是离不开专业团队的一个细心照料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长乐野生动物世界助理总经理陈思明总以及我们魅珠的奶爸奶妈们闪亮登场。好，欢迎陈总，欢迎我们的保育员天团，欢迎你们。相信呢，魅珠出生100天，我们的陈总呢也是有话对大家说，对不对？今天非常高兴啊，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猫粉啊，来自世界各地的猫粉啊，今天是魅珠100天啊，我们回想起6月18号那天呢，很多场景也是历历在目啊。转眼之间它已经是100天了，现在是5500多克是吧，差不多昨天的时候是吧，啊，但今天再称一张啊，它的成长率，所以在各位的粉丝各位媒体的关注上啊，目前的话它是很健康的啊，在此谢谢大家的关心啊。在接下来那个国庆节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魅珠就正式就会跟大家成天见面了，在开放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点来看他，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陈总的精彩发言。那相信呢，我们的亲姐，我们的奶妈也非常的有很多话想要对大家说，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魅珠的一些近况，谢谢。100天啊，恰好现在呢正是他长牙出牙的时辰啊。上次95日龄的时候，我检查了，他出了9颗乳齿啊。那今天呢，等一下检查一下，看看呢有多少颗乳齿啊，都出齐呢。乳齿呢，一共是2130，一共是24颗啊。现在呢，我们检查看看今天能不能长出来一半啊，12颗。等一下呢再看。还有呢100天恰好是学习台南总部的实习啊，魅珠呢现在后腿力量比原来强多了，偶尔能够在比较紧张或者是激动的情况下能够瞬间能够站，其实没有撑多久还会马上再趴下去，或者是往前一迈步的时候还会蹲位下去啊。学步牙期，另外呢跟妈妈的接触呢，她也是很搞笑的啊，跟妈妈相处呢有一定的配合默契，妈妈不是是时时的守在她身边啊，妈妈呢是定期的在她吃奶之前跟她玩耍，或是偶尔呢也会跟她的玩耍。那魅珠呢有些时候呢会讨妈妈的欢心，当然呢还会惹妈妈生气，尤其是在妈妈萌萌在熟睡的过程中啊，她自己离妈妈较远的时候醒了去迈步的时候会发出一点的声音，有时候会呼喊妈妈，这时候呢萌萌会大发脾气把起床气勾起来了如果我们现场有粉丝昨天在的时候就能看到魅珠清醒了，在爬动的过程中把妈妈起床气给勾起来了，那萌萌呢非常大的发脾气，我给了一只竹笋没有哄好，那没办法吃完竹笋的时候照样又转脑袋又喷气又吼叫，后来没办法给它放到外面去吃大量的食物才哄好了目前呢基本就是这样等一下呢我们媒体朋友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会进一步的看这个母子相处的一个情况。好的，谢谢青姐的一个精彩的发言。那接下来呢，有请陈总和我们几位保育员天团奶爸奶妈们一起见证一下魅珠能够正式成为我们大熊猫家族中的一员。怎么成为呢？带领他到后方呢，是由我们长隆大熊猫的一个族谱。那稍后呢，来我们的族谱牌，我们的族谱牌在这里，将由陈总呢将我们的魅珠给放上去，就礼成了。你跟那个老公也打得很轻的，对，现在认真看看。是的，哇。好的。这也是祝愿我们的魅珠能够百年百月百天，长久长顺长安。好的，大家用掌声恭喜我们的魅珠正式的成为我们熊猫村的一员。好的，也请我们的白云天团呢先去到旁边稍等休息，我们的陈总呢先请留步，谢谢。那
陈总呢，听说今天你还为魏珠啊准备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是女儿头。那在广府的传统习俗里面呢，在女儿出生的第100天之后呢，会封一团女儿头，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宴请我们的宾客呢，也是祝愿他们能够人寿安康，家运昌盛。那现在呢，有请我们的陈总拿好您的墨宝，哎，为我们的魏珠封坛的红墨宝，请呈上来。这也是我们陈总呢为我们的魏珠呢准备了一份大礼。上来。好的好的。女儿红先请上酒。马上过来了。这坛酒可以装300斤呢。哇，这也是代表了我们对魏珠沉甸甸的爱啊。好，谢谢。好，拿上来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环节，就是倒酒封团了。那请我们的白云天团呢再次上来，我们的金姐、香香姐以及大梁哥来再次上来，哎，拿好酒。大伟哥，是的，我拍不到，你帮我拍一点点。来，我们司令组来一起倒酒封团。好的，上好的女儿红，对，来，我数3、2、1，好，慢慢倒，3、2、1，哇，非常棒，非常棒，也是祝愿我们魏珠能够在长隆能够快乐的健康成长，这也是一份美好的祝愿。非常香啊，酒香四溢。好的好的，谢谢陈总以及我们的白云天堂们，谢谢。那倒完酒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要封坛了。是的，来看一下封坛会有什么样的呢，一块红布，一根红绳，当然还有一幅字迹。来，首先呢我们先封一个底层，哎，封好之后，来，接下来呢要把这个陈总的墨宝，来，我们先展示一下啊，这陈总给我们魏珠的一个墨宝，非常漂亮的字迹。好，把它先放红色的酒印，然后再将这个纸放在上面。是的，来，把墨宝来放到，对，把墨宝呢放在自己的上面，然后最后锁住就可以了。然后现场媒体朋友呢也可以将这个纪念最有意义的时刻呢给拍下来。对，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陈总与我们宝源天堂，谢谢。好，以后呢也祝大家能够常来长隆来看我们的魏珠。来，我们宝源天堂稍等，来，我们一起来张大合照，来，站在前方一起来张大合照。好的，看向镜头，3、2、1，哇哦，好的，也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宝源天堂与陈总，谢谢，也谢谢我们的陈总，谢谢您，谢谢。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将酒先把它抬下来。好的，那在谢完之后呢，那接下来送完了女儿红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赠送百家布给到我们的魏珠了。那在赠送之前呢，我们还邀请来了一位资深的猫粉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有请我们的猫粉代表。来，有请，来，我们的猫粉代表 ，Hello。对。好的。那么现在再次的有请我们的猫粉代表来到我们台前。
方的相机做好准备，我们先拍一张。面相信呢，我们的猫粉呢，在我们魅珠的一百天里呢，也有很多话以及很多祝福要送给我们的魅珠。那现在呢，请我们的这位猫粉代表来发表一下您的感想。因为我们今天是很多猫粉，大概70多个，都是特意为了魅珠这个一百天的那个百日宴特意过来的，所以呢，我们特意做了这一张百家被，然后呢，想祝福我们的魅珠，就是包含了我们的对魅珠的爱，希望魅珠被我们的爱包围着，希望它健康成长，全身安康。哇，谢谢我们来自猫粉的一个祝福，也谢谢您，谢谢。那现在呢，我们前方的手机相机也做好准备，我们再来一张照片。是的，看镜头，我们再来一张照片。好的，也感谢我们猫粉的祝福，谢谢您。再次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陈总，哎，陈思明，快装不下了。稍后呢，会先称一称重，看大家看一看他现在呢，此时此刻，今天这个时候呢，到底有多重啊？然后我们想看一看，这是大熊猫，中心哈、啊。小朋友别动架子啊！假的。可爱，我没手拉了，你们将就看吧。听不见。来，写好之后呢，可以展示一下有多重。体重是5650克。11斤。哎，没错，5650克啊，是的，13斤左右，跟刚才呢，我们司令总说了，一天一个变化，管是名不虚传。哎，那接下来想看看清洁，好大的眼睛啊！哦，看来我们的小家伙呢，非常高兴，今天是非常舒服的躺在这里。那接下来是帮他量体长，那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体长的数据是什么。不好意思，小朋友别在别在这动。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妹子呢非常配合哈。11斤啊，前方的手机以及相机5650克，可以抓住这个有爱的瞬间。吓不到孩子，孩子还听不到声音呢。现在，哎，大家可以看到，我珊珊姐在旁边也是非常认真的在记录。5650克怎么变成13斤了？那记录完之后呢，就由我们的珊珊姐拿起她的展板，为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13斤了吗？5600。我现在没有手去拉那个镜头，你们将就看吧。给亲姐下，十分的配合，再配合我们的亲姐，我现在那个手机在拍素材，哇，非常可爱。哦，主持人说，你们可以自己拉大的，自己放大自己手机就可以了。我现在真的没手，我在拍素材，还有。没有名字。好，你放大就好。哇，放最大，再放大就好。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有爱哈。不难看出啊，平时我们的
青姐呢对我们的魅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他现在在帮他测量他的体长活长的时候呢，也是数据把控也是非常的精确的。大娘趁机摸两把，没有，他怕他那个脑袋磕那板上。戴个黑帽子。来看完了我们的测量呢，已经是结束了。那现在请我们的珊珊姐来再次的展示一下展板，来看一下刚刚的数据。哎，他现在的头长呢是20厘米，算了看不见。对，20厘米，体长呢是46米。厘米，尾长是8厘米，前肢长呢是21厘米，后肢长呢是19厘米，这个颈围是33厘米，胸围是46厘米，以及腹围是51厘米，还有肘围，哇，非常的精细啊，肘围是23厘米，细围呢是26厘米，哇，下面呢也有它的。